他那个路口那个，他那个路口那个路，民国多少年了？放这这里，这边有人在，那个不得了，民国，他们地面那种个，老窄，哦，不，我们为了方便，他就去山里面了，路门不是，我路那个路口这段黑，你就是路口那条路，哦，这里个老，那没地了，村民他借砖还比较，村民他借砖还比较。 为啥什么人家十零二七？你别人说，哎，老人家。哦，那帮人是么？那忙的是什么？哎，那。你看那个老白天上，那当房子为了，白天红茶的，别说了，那多脏的，多弄的，那当，那弄那么多钱了，哦。